顾听闻要求绍密食药，医生先求的护目法将。动物和人类都是大自然的生灵，你没有资格剥夺他们生存的权利。我们不要找什么枯木法杖了，不如找个地方隐居，从此过上神仙眷侣的生活。我的衣服晾干了吗？何自遇此难？牺牲自己，度化石妖，引领众人改变心性，转读成慧，功德无量。